OK， 咁跟住咧就係四福音嘅作者啦，馬太係。第三個係瑪利亞咯，係啊係啊係啊，馬大個妹啦，第三個就係馬大個妹啦。四福音嘅作者馬太咧，嗱，其實福音馬太福音就冇講到作者係邊個嘅，呢個咧喺傳統上就係早期嘅教父都一路咧都話佢作者係馬太，咁咧佢又叫利未。是一个税吏来的，马太的特别的重点就是记载耶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经常都引用旧约的经文的，即是四卷福音书最多讲到旧约的圣经的预言应验就是马太的。跟着就马可了，那就这个也都是里面是没有讲到马可写的，那是由最古老的传统都是讲到是马可写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讲到，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就讲到彼得呢，他出了，即是他天使打他出个监狱呢，他就走了去马可的家，马可的妈咪的家。那所以呢，这里呢就即是一个证据呢，证明马可和彼得是很有关联的。而就很多人就认为呢，他写关于马可福音呢，其实是从彼得那里拿到资料写出来的。咁圣经都有记载到马可和保罗一起的传道的。他曾即有人就觉得他就是那耶稣被捉那一晚抌了个麻布赤身走的少年人，即是他都是有跟从耶稣的。不过他就没有名列在十二使徒的当中。那么就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都问你安，这里讲到马可问他安。那么然后呢，就保罗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呢，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一切的事，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后来马可在中途接回来，那么保罗呢就第二次马可想跟他去的时候呢，保罗不给他去。那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和巴拿巴就分开了。那呢，所以呢就马可巴拿巴就同往居比路。那但是后来呢，马可和保罗又一起在罗马，四五年之后在殉道之前呢，叫马可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他说他在于我传道有帮助啊。咁似乎马可在保罗嘅晚年嘅时候咧，成为佢一个亲密嘅同埋佢所爱嘅助手嚟嘅。咁路加咧就系个特点咧，就系讲到耶稣嘅人性同埋怜悯。嗱，我哋发觉咁样嘅，大约系咁样。马可福音嘅内容，马太福音系差唔多全部有讲嘅，所以马太福音好似。好似其中一部分是马太没讲的，好似是马可福音加多不同的东西上去。但有些人就说是他抄的，这个不正确的，即是马太是耶稣门徒，怎么抄呢？是不是？那然后呢就路加呢，他又多了很多东西，就是好像马可那里有的东西，他又加多很多其他东西，是马太马可都没讲的。有很多人与人之间，耶稣和人个人的相处啊，都有特别有讲到的。这个是路加的特色，是一个比较人性和怜悯的一卷书来的，讲到耶稣的人性和怜悯，也都称为亲爱的医生。那么在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呢，路加和保罗是一起的。咁亦都有讲到马可，所以呢马可同路加都系一起同工。咁喺《使徒行传》呢初期呢就用他们嘅，但后来呢就记载保罗传道就我们啊，喺《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开始，就表示呢路加呢系从特罗亚到腓立比呢系同保罗一起嘅。咁同埋呢保罗喺
撒瑪利亞同埋羅馬坐監嘅時候咧，直到末期咧，路加都係同保羅一齊嘅。佢亦都後來寫《使徒行傳》嘅。好啦，咁四卷福音書初頭三卷咧叫父類福音啊 ，Synoptic Gospel 係好類似嘅，不過亦都有分別，係好類似嘅。約翰咧係完全唔同嘅，亦都可以話約翰好有記憶力啊，因為佢記耶穌講嘅嘢咧好詳細。如果一個人咧，即係唔係咁細心睇聖經咧，佢會覺得約翰福音咧，因為唔係敘事啊，即係好多唔係事嚟嘅，係好多耶穌講嘅説話好長篇嘅。所以有啲人又會覺得好似個內容好長啊，但其實約翰福音係將耶穌嗰個神性啟示最強嘅一卷書嚟嘅，係呢一卷書咧。耶稣的说话啊，他的神圣啊，是他很多 claim 啊，就是说他正其中约翰福音又讲到七次我是耶稣说我是什么，这个就是显示他的神圣的。那而在约翰福音称约翰呢从来没有称他自己的名字，他就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咁佢咧，似乎咧係一個比較激烈嘅人，佢稱為雷子啦。佢曾經咧，因為佢禁止有人咧奉耶穌名趕鬼喎。有人奉耶穌名趕鬼，又唔係同佢一齊，佢又禁止佢哋。耶穌話唔好禁止佢哋。咁咧，同埋咧，佢求天上，佢話同耶穌講，不如求天上降火燒嗰啲撒瑪利人，因為佢哋唔信啊當時。咁即係佢有呢種激烈嘅性格。咁佢係三個親信門徒之一啊。